的是琼雅，是新妈哦，新妈哦，都在大家听慧玲那个小朋友唱歌有没有很厉害？哦，如果很厉害，他妈妈一定更厉害哦。我们的新妈来到现场，真的，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。大家好，刚刚那首歌是你自创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那是曲式团长的哦。对对对，还是很厉害，女儿教的好。所以妈妈一定更厉害哦。没有没有，我已经退化了。退化了吗？对，所以你看我真的。你说关节吗？还是不是那个脑力、啊？脑力脑没关系，歌声好听就好了。好，那谢谢我们的琼雅，琼雅老师，琼雅妈妈啦哈，她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来，我带来一首早期的台语歌曲。暗淡玫瑰，暗淡玫瑰，这个实力派的哦。有，你是实力派的是，我年纪较有。你个退化是吧？你个退化。你卖讲，我唔知道。你卖讲，我想讲你十八岁呀。我卖讲出来。我较老实的。哦。现在嘛，知影我唔是十八岁。他谦虚啊。是，好，安尼无，咱这边人慢慢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。暗淡玫瑰，谢谢。来，我先来鼓励一下。欢迎我们的琼雅。